大家好，我是龟龟的。这个 Q33不是出了个皮肤吗？我感觉用拳击动配件打不准人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玩一局价点 Q33。这套配件随便配的，如果有好配件，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。这皮肤还是挺花里胡哨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带的什么芯片。地图直接给到坠机之地。要是买，开局跳过墙，直接撇个方棒。真买？真买？龟兄弟们就是龟，1900多个升级材料弄的呢。因为这个镜子有全面性，所以说拿的价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边我们加速一下，对面也是不敢漏啊。这个时候对面漏了一个，砰的一下给对面点了，这就是全面性价点的好处吧，反正对枪对赢的几率还是蛮大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队友掉点也是非常的快。所以说我们逆向搜一手，去一个非常刁钻的点位加一下 A 楼，这个时候先浅浅的撇一眼 OK， 直接拉二楼打死让换。这个神话皮好像优化了一下，我记得当凤出来的时候他开进有一瞬间是全红的，跳上来一次架枪，啪的一下又掉一个，我操，保险拿到炸弹了。是主播确实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继续搁这边看一下，不会被骂。穿一下，这下能不能穿到拼一下运气？但是我们的运气不是那么好，所以说一个小手枪直接上。兄弟们，拼的就是胆量，拼的就是勇气。一个 C 四，假装很细节，兄弟们。然后这个时候直接进步摸上去，开人的时候一定要开镜头。什么？竟然变了 BGM？牛逼！感谢大家的观看。